方小姐，喜欢做地位造浪的小生，令人高望寡妇啊！刚才这样差点亏台了。金玉，你回答伊哦，就等于是你，你改第三者，卖惨。方小姐，您哥哥前进跟咱这件代志，伊是替你安排，还是伊反对你安尼做？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他没有包庇我。那那的意思就是先林哥，你跟范教授真叫我不能练咯。是，因为我爱他，我是因为爱才走错路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平常时讲自己为爱自私无唔对，今晚哪会咧目屎流目屎滴啊？子夏，现在你罗君顺。以正义的女神、小三的终结者，奉巴拉议员的召唤，出来伸张正义啊！有阵我结婚见人妻了哦，对这块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哦，较无法度忍受。所以今仔日就是要替天行道，或者让伊只修理甲一致死啊！金旺，你可能有心哦，你出手那就好。可能有心哦，那你多好啊！可以运动起来，到时阵哦，开始变筋啦。哎哎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喂，我也是你，我来帮你想看，我的事业是不是有什么影响？是讲你机器人研究成果哦，就可能跟明山同款遐尔。这边怪啥？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啊！哎，我无今摆要替你驾驶外派查某。你卖去管人家事啦！你不要放开！放开！啊！放开！哎，高局长，小医生哦，我较紧的，我较紧的，这个感染路的病哦，要较清楚的，咱出去哦，才能互人退退暖。你好，太太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哎，他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